走又不能同大家做呢个新闻预览啊！咁啊，接下嚟咧，要同大家开箱呢一对佐敦十四。咁啊，鞋盒已经系特别鞋盒啦。大家都知道，其实佐敦十四完全系按照咧帮主丑崩主 Michael Jordan 最中意嘅法拉利咧作为灵感去打造嘅，所以佢今次嘅呢一对咧，其实我觉得完全咧延续翻佢嘅一个概念咧，就系跑车啦。大家可以见到佢今次嘅一个卖点咧，我觉得就系一个皮质啦。佢皮质方面咧。外質和內質是不同的，外質其實可以看到一些類似於好似係啲車的，我對車不係好熟悉，在車的旁邊一些位置咧，就好似喺一些封口位啊，或者係側邊嗰啲扶手位的一啲皮質啦。咁去到一個內質咧，其實亦都係似翻法拉利的一個座位嗰啲高級定制的一個座位的一個皮質在上面啦。我覺得成對鞋其實就以黑色作為靈感嘅，咁黑色嘅法拉利其實都係比較少見啦。喺後踭嘅呢一個類似法拉利嘅咁啊 logo 咧，其實亦都係做翻一個叫做雅克咁樣嘅設定啦。咁喺其他方面咧，呢個咧其實亦都係寫翻 Jordan 後邊咧寫住 XIV， 亦都係十四代嘅一個代名詞啦。當然喺一啲碳纖維嘅方面咧，佢亦都係一個碳板咧喺翻呢個側邊啦。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十四代嘅鞋底係好靚。佢就喺呢個位咧，其實亦都係有翻呢一啲類似碳纖維嘅一個塗層喺上邊嘅。講十四代，我都會講嘅就係咧，其實喺佢嘅內質都有一個類似於咧，其實得內質有啫，好似個入風口咁樣。咁啊，呢啲叫做自然吸氣定係渦輪排氣咧？其實我係唔知道嘅。咁啊，呢對鞋咧馬上就要發售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對呢對鞋有咩睇法啦？咁啊，唔講咁多，我哋馬上睇睇呢對鞋嘅上腳效果。